我们去买东西吧，各位，看能不能跟得上啊。boss 买了，1500不少了，朋友。VIP boss VIP 这都买了，反正我赚很多。VIP 还是得买的。哎，别说。别吧。是 VIP。来，我们想办法帮帮小龙。别帮我，我不花我的钱。只怕你的工资而已，又不是怕你的钱。这再充1900钻石就可以升到 VIP 六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充了300了吗？没有吧？我要领的呀。稍等，稍等，我想想，领的钻石应该不算。我们去买买。领的经验，我和领的经验那100经验，你呢？充100还是？限时活动，我看一下。稍等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我们充了85，没有充别的。好的，各位，你们充85的两张月卡的，有没有这个战力？有没有这个等级？没有的话，反思一下。我们现在直接去搞一下神光降临，这里面有一些限时。买了钻石多。这儿先买了，我们有27000钻石，这儿先买了。5个石头，这。又是5个石头，要3000，买了。好，然后再来钻石买这个石头，这个必须要买啊，各位。花8000是不是够买？确认。肠子得要买2个。哇，你还有13根肠子。这个其实好像不是很需 要，但是之后可以兑换，别着急，就是一直到10月3号嘛，就12号也可以单笔充6块给肠子。要啊，那第一天肯定要。第一天肯定要啊。我们这个就是有的得买啊，1个、2个。3个，好，小龙只剩240了，这先领取3个肠子啊。哦，这个幻神石好划算啊，这里这个幻神石就在这充，其实很划算，30块钱给5颗，我觉得也很划算，50块钱给8个，这个哪个划算？小龙算一下，这是他的，这不管，肯定左边，我肯定要左边。他货，他只能选一个，30划算还是50划算？我就问你，30划算一点。你看30和98相当于是30给5个，98。90应该给15个，但是98才给15个，这贵了8块，这就是会贵一点点啊，各位，18块钱充5颗啊，为什么不充呢？我先看，不是还有那个18块钱那个什么，就是有个活动，新人先购礼，18块钱哦，18块钱5个，刚才是30块钱给5个，这是18块钱给5个，这个要划算啊。但是那个充值，他给钻石，这个不给钻石。钻石你需要吗？需要。不需要吗？那不是钻石很需要吗？后面啊，等，你搞错了，这边最值得的就是这几个东西，神王武器等等，看，今天我们先充，要留个288是吧？288是多少钱？我们先算一下。要给小龙留个172块啊，各位，先把这个买，这个其实划算的，这个是比那个还要划算。这儿一个零，还有227，这18和40，18要划算一些。合成马上，40的话，买完应该还有钱，不充最赚，是的。我想想啊，这个可以明天再来买，就别不着急的，还剩多少钱？我们先看一下，18块再买一个，192、182、177、178，就不够了，差不多，只能最后买一个这个了。刚才是需要173啊，就不够了，只能买40，40的话买了就超了，各位，买了就不够买那个288了。好，充蓉蓉还是马红俊？各位，我们现在是有55个石头，我们现在已经开了5个，像我这样的运气，我觉得有可能出一个蓉蓉的。蓉蓉好充，你要充什么？是那种充吗？这儿先抽20，先来个，只给11个碎片，我操，崩了呀，小龙。不是我说的，我疑云。再来2次单抽，再来1次，然后我来10抽了，走你，撒一走，50，啊，给他3个碎片。什么鬼？哎，这个动画是有人中大奖吗？开了个100块，老头中了个100块，明白？单抽出一次，他是100以上的这个就会放一个这个动画。再来，啊靠！怎么都是那么垃圾的这个碎片？别吧，已经抽了30次了。马红俊有礼包是吧？12，怎么就12个碎片？单抽一次，一个碎片，我一个50碎片都哦抽了。我这次给的挺多的，我直接112了，40多个啊，差了一点，各位有点难了。再来给你，你刚里面领40个，这可以领 SSS， 没啥作用。这个充200还没充到，500今天到不了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就单抽是吧？单抽能出奇迹吗？我今天是抽10抽10抽的，抽了3SP 很强。我们这是差38个，还差10个，这样就是差10个神王碎片。这个得先买一下，这个送的钻石，特权购买的话需要128。要吧，他会送10个是吧？不知道，你点到左边。哦，这个积分。这个第二个需要多少分？需要13。30。30分。还差13分，你看能不能弄13分？13分怎么弄呢？你先去任务里面去看。对啊。第一天应该就这么多。这边有十项任务，这是积分一，积分一，13积分，这只能领3分，进阶挑战2分，特惠礼包可能没有，明天再买这个。啊，明天再买这个。先出不来，要等第二天，我们就差10个碎片啊！我靠，刚才要是运气好一点点。就出来了，哎，我们找这个客服要一下兑换码，能不能搞一个那啥呀？第一天连一个 SB 都没有出来，这个好丢人。好，来吧，小龙，受难日来了。什么小龙？受难日来了？走、哦，你看，啊，没了。
海报那么好看，这老爷见过是吧？这个钱要花在刀尖上，对吧？这个游戏你给我那么多钱啊，来研发这个游戏，我只能把这个图画的好一点。就这个模型，反正一小只，不要也罢，搞那么好看的话，那就亏本了，是不是？明白这个道理。熊在疯狂升级，至少这个游戏有它的亮点。我们就是视频剪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突出它的这个亮点。好，还有小雨还说288不划算，其实今天其实可以把那个 SP 抽出来的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先犹豫一下，反正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只要不升到36级就没有问题，那个288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孟老板，哎呀，已经中没了，我操，三个 SP。还谁一个桥？好，各位，孟老板已经三个 SP 了，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有几个 SP？ 我们看一看，穷的屁炮，那你还拿第二套？也是一个 SP， 他是蓉蓉的，也是 SP， 半烟打好一个 SP， 其实充200、300、300差不多就能有一个。怎么都有 SP 啊？哦，你是五十名，够了。小龙，你玩的衰的屁炮呀？啥？我没有升，先抽啊，抽这个卡，有一个，抽一个阿银。刚那个阿姨的动画怎么没有出来？这个碎片有了的。哦，应该是你点太快了，我觉得。昊天宗守护者，智能的老头很帅的。如果小龙能有他一半帅，你早就嫁出去了。我也有他那么有钱，我也一半我早嫁。一个就够了是吧 ？SP 一个其实不够，最好是都有，就没有遗憾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一个嘉年华有 SP 是吧？好，望尘保证你收到 SP 全新。我连我自己都保佑不了，这个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呀。真嫁出去，挺好的。Make 四个就行是吧？小龙到时候他嫁出去，我作为娘家人啊，我出10000的这个赔礼，好吧？陪嫁。哦，身心，我靠，神器600多碎片，进阶成功，到升了是。升满吧，一共600碎片，试试看。升个满。海洋鲤鱼3，好，差不多了。海洋鲤鱼4，啊，就不够了。这个算神值吗？反正神技3应该还挺强的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战力830万了。